这一件文物呢叫做五马衔杯文银壶，它所体现什么呢？是当时唐代受训五马专家化的皇帝唐玄宗的时候，在千秋节这一天，几百多匹马一起为他跳舞。啊，对啊，马还会跳舞？哦，是啊。玄宗非常喜欢这些马，跳什么舞呢？我们这个是几百头马，然后训练他们整齐划一的去跳。那么这个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马最终的这个跳舞的一个结束的一个片刻，就是这个马呢，几百多匹马会跳舞的时候呢，其中有匹马呢会跳到三层高的那个板上边，然后在上边旋转跳跃。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马会跳舞。